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鸿成，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。现在我觉得自己全身的器官、全身的细胞、全身的组织都非常的轻松、愉快、完美、和谐 ，wonderful, wonderful, 太棒了 ，amazing。跟各位朋友分享，这个我刚才进行的就是一个瑜伽的观想程序啊。我认为我的这个台湾现在最重要啊，就是人要把人心稳定下来。像我穿这个运动内衣啊，就是代表一种运动的精神，这个能够提升国民的这种体能，增加他的自信啊，对大家都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们全台湾的人民都养成一个固定上健身房的习惯了，它是一个核心，那其他的运动我们也都非常支持，那我相信国民的体能呢，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进步，把台湾打造这个有氧的王国，然后我们嘉义可以当做有氧的首都，这就是我一个政见的一个重点了哈。我们就来进入到大休息。